来，你看一下这一盘。这个就是成型之后它慢慢升起来的，下面的液体可以做二次使用，就是下面的液体是循环使用的。它这个应该就类似于就是机关把它烧结凝固，然后那液体再沉下去，对对对，然后那样子就成型了。是的，它只是烧结这个指定的点而已。是机关扫描液金属，那是不一样，金属是它是粉末烧结的，包括你们也是很多小姐。一般打的最多的就是像那种公仔啊，那种玩具，然后车子的后景弹啊什么的，外方面的也要看，看它打不打。然后我们的时间现在。因为工作很好，他已经给我们换胶水，都表面都看不出什么很大的变化。这个整个车间只有多少人？我这里不要人操作啊，你人全人直接自动。他这些人的话，我们只有三个人洗件的，他会过来把这些擦。你编程的人要哪负责哪些进来，他编好成字体到这里输入成。他上面编好成，他只要下来输一下他就走了。然后什么时候分拆，他就知道。谢谢。Thank you.